新美少女叫做陆星杰，掌声叫关如神。好，把掌声送给大家，谢谢。その世紀かぶれたおばあちゃん、这个歌曲啪打叉送给大家。好，再跟大家打个招呼，是欢迎不是欢迎那个大家好，我是杜新田，然后非常开心来到新社这里。我好像是第一次来耶，就是我没有在这边应该说有什么旅游或是来这边一些景点的经验。大家可以跟我说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还是有什么特色小吃吗？香菇，对，我好像前几天有听朋友跟我说这边有香菇，所以这边的特产是香菇，是不是？那有什么景点可以玩的吗？现在花海啊。花海，花海好像不错哎，现在已经开始了吗？还没，所以要到几月？十月年底的时候。OK， 好的。那今天呢，其实在这边，我觉得因为像是我们今年就是。应该说我们前几年那雨非常的少，对不对？那我觉得刚刚其实下午下了一点雨，虽然说大家淋湿了，但是我觉得有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活动的重点，我们有积了一点水资源，对不对？好，那希望大家呢平常可以养成好好的应该说随手的关，应该说节约一些用水方面，这样子可以让我们整个生活呢可以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更加的美好。那因为我们
月底就即将要来到我们这个中秋节，对不对？没错。那今天呢，应该说带来这首歌曲要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带来这首歌曲《城里的月光》送给大家，谢谢。你们应该很少听到我唱这首歌，对不对？心上某一个地方，所有的情已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念。世界万千的变化，爱它有情的缘分，心若知道你心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爱。城里的月光把我照亮，亲吻了他心房，城里的月光把我照亮，亲吻了他心房，看透了深情，沮丧能不能多点快乐牵挂。城里的月光把我照亮，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尖叫声！谢谢城里的月光，谢谢。Hello， 美丽主持人你好。今天有很多的粉丝，对，连我们在地的乡亲朋友都喜欢听你的歌，谢谢。还有你看看我们漂亮的区长了没有？对，没有，嘿，在你那个杜心凌，哇，终于看到了耶！传说中台中最美丽的区长，哎呦，快打嘞，都掐头看票。对，我们刚才知道说，哇，前面我有介绍说，新田有一半的这个客家血统，对，啊，这是南部美浓客家，对，妈妈是美浓人，哦，那你有学吗？听说我小时候很会讲，但是小时候，对，因为语言这种东西就是你要常讲，常说才会记得，对，没错。那你还可以讲一些简单一点的吗？简单打招呼的话好了，真的，我来听听看。人不清土清嘛，你讲的大家都听得懂。好，哦，好，我来试试看。呀，大家好，四包的吗？四包，哎呦，你们也会啊？暗腔啊，暗鼓膜啊，嗨哟，怎么那么厉害？真的，哎呀，是爆满哈。对，是爆满。对对对，我们这边是讲是爆满。哦，是。哦，对对对，我们是讲有，好像有听过。都市的大埔腔会比较重音一点点这样，因为你知道啊，客家人嘛，比较重感情嘛。对对对，哦，那今天很开心的哦，看到我们的新田来到我们的现场，刚刚带来的歌真的都很好听，而且你知道你们的粉丝啊，从北到南很早就来了。真的吗？很早。他们今天还淋过雨。听他们说都淋。湿了是不是？对，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都没有人走啊？真的，真的，你看看，而且都越来越多哈，我们非常开心的。今年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最近啊，新年也是身经百战，也是歌唱比赛出来的，对不对？而且最近啊，这个常常上了我们冰冰姐的节目啊，对，哦，在冰冰姐的节目里面就有一个 CP 嘛。然后他们要准备那个另外的 CP 是绿的啊，花大声啊，不会啦，啊不会啦，嘿啦，啊怎就是要听野歌，野歌不爱听的哦，好，都好听对不对？哼啊，那我们这个身经百战的，所以啊，他们从老歌、新歌、国语、台语都没有问题，哦，对，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继续就再给他听下去，好。哦，没有问题。哪一首歌？再来，因为前面两首都算是比较抒情一点的曲风，欸，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比较热闹一点的摇滚一点的曲风。要跳舞吗？摇滚一点，让大家稍微热起来一点，好不好？哦，可以哦。我们今天的都很热情。对，今天比较凉，所以让大家热情一点。好，带来这首《无乐不作》。哎呦，彭啊姐，无乐不作，谢谢。无乐不作。春雨敲醒不得恨，像昨天大响的声，我不禁让你说真的有何不可。后面的，我想写歌，当天是空的，你是干的，我要为你到处狂热，让你疯狂，让你恨，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
轻轻知道你是我，轻轻握你，轻轻吻来吧，我们继续无论如何，不会浪费你爱你的快乐，怎么能天心折？讲到哈，我们这个荧幕的情侣、荧幕的搭档、荧幕的 CP 哈，女生美，男生帅不帅？帅，帅，对对，哎，哦，够了，包含我腿哦，哎呦，那你真好，谢谢，哎呀，哇，甜心女生，这个是你的粉丝是不是？对对对，穿着我的应援服，还有，哎呦，头上这个是新的耶，对不对？哎呦，好可爱哦。想到我们小时候，我妈都跟我说，以前的歌星都会拿到上面金奖啊、钻揪啊。等一下，请问一下哦，请问你们是来到新色红包厂吗？哎呦呀，哇塞！谢谢。哇塞，哎，你知道吗？你这一些粉丝真的是太优秀了。哎，你们那个一票人都中乐透、哦。阿伯要签对号跟我讲一下，嘿啊，这样子，哎，输人不输阵，没有带红包袋，对不对？我车上有200个，我等一下发给大家。好啦，开玩笑啦，这些都是你粉丝的心意、嗯。对，谢谢大家。不过真的有时候哈、哦，不要破费太少啦。啊，不是啦，不要破费太多啦。好啦，开玩笑。哎，但是啊，嗯，还是要多加支持啦，好不好？他们真的用行动支持、嗯。真的没错。对哦，太厉害了啊！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荧幕 CP， 马上就要来邀请到我们这一位哦，白马王子。帅哥中的帅哥哈、哦，这男生里面啊，这个除了长得帅、长得高，声音也非常的厉害，对不对？他、嗯啊、跟你一样，也是从这个歌唱比赛选秀出来的，身经百战。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是歌舞四位少年的十岁我舞的大行的全世界你做的你的祖国的历史赛清楚的真风台走过一生回来快乐都飘不在当初行情是海Yeah.
区长在那边哦，区长好，是传说中最美丽的区长吗？我都讲伊两个足乖，落车头拢无他们听咧。嘿，我要讲的就是说啊，今天啊，这个我们刚才工作人员问我说，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我可以请两位跟我们的区长哈一起跟大家来一个大合照，这样当然非常荣幸，有请区长。哎，一起到台上来，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背对观众嘛，对，好，我们请摄影师从这边这样拍下去，好不好？去工地，比较轻松的，哎呦，对，愉快的，愉快的，嗯，好，这一首歌曲叫做《制造浪漫》，辛苦你。Wow.
心碎的梦。